而就目前来看呢，水果类的芋泥小番茄其实是涨最多的，每公斤从88块涨到100元。而品质比较好的这个芒果呢，爱文芒果市场更是寒价到一盒1100，平均一颗就要100块。而叶菜类呢，涨最多的是九层塔，从每公斤40块涨到51元，涨幅是27.5%。